萨的印象，一个就是师范嘛，哦，那可能培育师资。其实我们现在学生大概二成到两成，20%到学校当老师而已，80%全部都到业界去啊。尤其像我们山上这三个院，像工学院几乎100%了。在我们山下像管理啊，理学院这边可能跟系品也未来会有一些关系了，好像我们物理光电这个部分，那工学院铁定是可以。那我在15年前有去过系品，当时我去过那个比较早期的，可能是原来系品的发祥地，就在那个潭子加工区那边。那我是机电工程，为什么跟系品有关系？因为我后来才知道，因为当时我在做气晶压轴层，那他们有晶圆切割，那系品的制程里面也有切割的部分，哦，因为可能台积电做好之后就到系品这边要切割做封装，所以很多跟我们的工程会有相关相当的关系。跟张师大的关系非常小，可以这个怎么说呢？因为呢，我早就有听闻了哈，就是说，即使校长呢，他是我以前台科大的一个校友。我是念台大毕业，那是第一点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很亲密。他在好像是2年前上任的，哎，对。第二个呢，我说为什么又特别关心？就人张师大常常跑，因为我的小孩在那念电机的，哦，是，然后跑在念电机。他当然毕业之后，他现在成大了，他现在已经也到业界到半导体，那半导体，当然他是在上游的哈，他就是在晶圆厂，所以说这个关系就。不太一样啊，那另外呢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细品呢，有很多员工，他们都来念我们这边的在职，太多了，而且我们的很多张师大毕业的校友，也有些在我们公司里面，啊，也都有很多表现，在每个部门都散布了，因为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有19000人左右，19000人，所以常常呢看这个升迁啊什么东西，都看到张师大的一个校友。那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我认为呢，这个关系呢，是让我对中师大的一种尊敬。那当然，中师大最近表现很好，像今年好像看到那个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的一个什么影响力的调查里面呢，哈，好像把我们评鉴呢有个指标呢，那我们是前10的哈，一个影响力。我认为这也是中师大应有的荣誉了，因为中师大以前培育了很多在。不像以前的工教系或技商业的这个哈，都有很多在，我常常看到很多技职系的一些老师，其实都是这边出来的，好像陶冶满天下。那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，还有以前在投入到各学校系的老师也很多，我想的这样，当时在孕育出来的人才到处都是。签名。两位就靠这边看一下吧，来，打开一下来。好，来。接下来由。